啊、哦，他手要打人嘛，来来，你们要仔细看啊。他如果你是这样打，是打不到的。嗯嗯，对。啊，所以要利用禅师的切，这样看得出不一样了吗？你看啊，我是这样去就没办法打，这样去就有办法，明白吗？你不要这样直闯嘛，你这样切。好、哦，这样切就可以打了。好、哦，所以你们要懂得禅师的用法很多。好、哦，就是说我不是不要这样直去，没有练禅师一定直去，所以他就没办法切嘛，没有那个练过，所以他没练过这种进道的位，他就是知道哦，你是用切的太没力了，对，会这样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练过是这样。哦，就切它，哦，你切它，哎，几乎是这样子哦。我们在推手很多是这样子切的嘛，有没有？这样切了很大，好、哦，会是这样。啊、哦，这个就是这个也是切嘛，只是切的角度用的方式不一样，啊、哦，所以就去切它，啊、哦，就这样切，一定会啊。如果你这样。对呀、啊，这样，这是指挥，指挥会是这样，它切不一样。指挥是这样子，切是这样，啊、哦，一定会有切削的那个角度，这个就没有切削角度，这个就有切削角度。啊，对对对，是这样。我讲吗？这个叫指挥。这个要往脚底，这样子，重点是。有白有。哦，白的。